自己第一次参加大赛能拿第三已经挺好的，但是他们老说老说的话就感觉我自己也想拿第一的那种，就他们说自己你要自己不掉你就能拿，老这么说老这么说，我想然后我就回想嘛，如果我挣不掉就好了。这是姚金南在今年全国体操锦标赛的热身场馆，因为赛前的一次训练导致膝盖内侧韧带损伤，小姚也因此放弃了比赛。那一次渴望比赛的他，渴望全能冠军的他，还伤心地哭了。目前姚金南的伤已经痊愈，而就在最近姚金南的所有难度都已经恢复，前几天他仍然是以团队第一的身份入围了伦敦奥运会的阵容，七月姚金南将经历他人生中的首个奥运会。就是睡觉啊或者什么时候安静的时候一想啊参加奥运会，然后想如果上去的话比的还想着比的好，就想哎我说比的真好，但是一回来就是一想回来就感觉人就是感觉很紧张那种飘起来的那种啊，就有想象过自己会比的很好的感觉。嗯，但是也有想过自己比不好会不会被骂的那种。